把剑磨起来，哎、欸，好玩呢、欸！我觉得这队用这关来磨，应该蛮有意思的。最无脑是这一队吧？<笑>可以开扁哦，没问题，出手啦，各位兄弟！ 这队一波爆发都是两三亿的哦，这队有教大家怎么玩哦。你要运用它短CD的特性，然后做一波超级大爆发。干！应当卡欧，亏嘞！不用担心，这队就是短CD强的地方，短CD强在这里。 因为我没有放全部爆发脚啊，所以刚那波爆发有点软掉啊。等一下。 叠住叠起来啊，各位观众！手动叠住看到没有？写起来啊！龙哥亏了，他卡保险。龙哥亏了，他保险。但你一波鬼，我的鬼啊！我跟你讲。 手转真男人，他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哦，刚才没有回龙哥。OK， 嗯、OK 了，没有问题啊。手转才是真男人啊！刚刚那个观众反应不错。 吓死我！差点给他削到，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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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！给我笑到了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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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一个机会，给我一个机会啊！给我一个机会，啊！秘技呀、啊，学起来呀、啊！学起来呀、啊！来了，真男人，真男人就是要秘技，知不知道？哈、啊，他妈死干！二三四。 这一次对了，这一次对了，这一次对了，真男人就是怎么样，要用秘技啊，知不知道？秘技，秘技，秘技啊，秘技啊，秘起啊，一波秘起啊，一波秘起来，啊，学起来，学起来，很好，很好，观念有没有？观念有没有？因为他一定要转按的，对，秘技，秘技啊，学起来，这个很轻松啊，这真超轻松，我示范一次，给各位看，这队真超轻松。 这队就是要一个轻松打节奏，才有这队的厉害。为什么梅比斯去刷啊？我拍那个影片啊，你梅比斯去哪里刷？怎么样速刷？哎、欸，我都有拍了哈，去看一下哈。很简单啊，是不是忘记梅比斯了？我故意的、啊，我这队就是告大家，梅比斯放进来打酱油我都可以过啊。你看不出来白金故意的吗？ 你知不知道我玩这么大游戏以来，很多队都放进去打酱油，有人一直批评我说啊，你一直放进去没有用啊，干嘛什么的？我告诉你，
我那一只不用开我都可以过。妈，这就叫做平民百姓啊！我故意不开你都看不出来吗？啊，故不开看不出来吗？对不对？没有灰灰啊，没有灰灰，可以回血三回合，或者可以直上把它干掉的之类的。OK 了啊、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回来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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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为什么有骷髅头？为什么有骷髅头？过来，过来。乒乒乒空砍枪砍乒，不是啊，他有无视减伤吗？我怎么没看到嘞？来了，过来，我说了、哦，我不开他哦，我说了我不开哦，俺说不开就不开啊，来了。这是一个男人的坚持，靠北绕过去也是长一样。哎呦喂，算过的绝对更新啊，我算过的啦，哈哈，有种都别开，俺就是不开，怎么样？哦，我他妈想流干。俺就是不开，俺就是不开。这是一个平民百姓的坚持啊，各位观众。哈，开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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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停开枪！哇哈哈哈哈哈哈！一波三个刷过去啊，各位观众。真的不能开吗？真的不能开吗？各位，不能开是不是？好了，俺说不开就不开了。来吧，一波 seven 刷过去，刷到你看不到的速度啊！各位观众。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，可以破亿的啦！哦喽哦喽哦喽 ，OK， 哦，很简单啦 ，OK 啦，没问题啦，啊，差点死掉，算过的，算过的，算过的，哎，我没有开耶，不开龙哥，这什么不开龙哥，靠背啊，越难度越难。越调越难，你不要什么都不开，到后来就完全不开，有没有？OK 啦，第二只是双周刷的啦。Mathis， 没笔试是不是？我有做速刷对的示范了，可以去看一下。笑死，不要认，我很认真呢。